哪个皎月？哎，云南白药喷雾剂已经不用我再说了，好吧？云南白药，你平时有个跌打损伤的，是不是？有点外伤了，你是不是都得喷点云南白药？没问题吧？我自己家都备点云南白药喷雾剂。这个皎月，我把它撇了吧。这是俺们家药箱啊，给你看看这药箱里都有啥。云南白药喷雾剂，看着没？这平时家里都备点云南白药喷雾剂，有个外伤擦伤了，或者是这个玩电脑啊，活动之前呢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用。摄像头模糊了，好了。没有模糊，好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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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粉色的装备是什么？棒棒糖。无用大棒。我也不知道因为啥他要把无用大棒给整成这样。本来人家无用大棒挺好看的，我觉得非得整的模糊不清马赛克的了。魔法师卡牌，没用啊，魔法师卡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吃利息，空城啊，是啊，空城的，别着急啊，这不刚空着吗？你们只要把这维恩杀了就行，我不求到底多狠，就少掉点血就行了。只要能让我顶得住点儿，你们说阿卡丽到底是无尽比较好用，还是火炮比较有用？也不是有用吧，就是比较实在。不行啊，差一块呀，吃不了利息呀，这么地儿吧。双无尽加火炮，我觉得阿卡丽要不蓝 buff 火炮也无尽也行，是不是？如果有蓝 buff 给了也行，双无尽最好还是双无尽加火炮，双无尽加火炮会厉害点。这版本的无尽有点厉害。哎呀，鼻子好痛。
呀，这不完了吗？这少1块钱咋整啊？赢了就有了，那怎么赢？这是个问题，想赢有点难呢。想赢可是不容易啊，兄弟呀，我们80滴血啊，这波直接给我来个，来两个劫吧，来点劫吧。来个攻速，哟呼！棒棒哒，当当棒当，巴拉巴拉棒棒哒。哎呀，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的眼睛仿佛被刺到了。哎呀，如果我现在能拥有一款云南白药泰方防蓝光眼镜就好了，但很可惜我戴不了，我的眼睛无法戴呀，因为我已经有眼镜了，我就恨不得我的眼镜是防蓝光的。难受了。难受了，难受了。大家如果有现在啊后悔的，想保护眼睛的，云南白药。泰邦防蓝光眼镜送给你，就在斗鱼鱼钩里边啊，就可以购买了。其实今天有兄弟问我说："哎呀，你为什么总下棋呀？你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早上就下棋了？"其实我本来想回的，真的，我本来想回他们的，但有点给我问烦了，说实话。有点给我问的，我都不想回了。然后还有还、哎，哎呀，你就成天玩这个破逼东西啊，还骂人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还整个骂人，还在那里骂人，就给我整的吧，我就有点不好受，你知道吧？有点那难受。你说玩啥，你看就得了呗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喜欢看，那你可以先不看。我们明天啥时候再打排位的时候，你再来看呗。你说你老想支配我，还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直播的。你说俺们播啥，还能我自己还能没点数吗？刺客月神魔法师猩红之月。应该能打过吧？2个2星应该没问题，我感觉。虽然没羁绊吧，而且武器大师有这个 E 技能了，还可以。大棒，不是大棒，大剑。大剑。我的天老爷呀！我的天老爷，大剑，手套。
我靠！我这是靠了。你们说到底是五级地还是六级地？无尽还得要，要的装备有点多呀。六级吧，我也感觉得六级，六级开地会好一点。可是血量支不支持六级在地呢？而且我现在一只劫也没有，我要能有点派克劫啥的还行，我劫我也没有。初夜影劫我们不能要，我们必须得要刺客才能行，隐刺就不要夜影了。来了一个，陪我玩玩，来陪我玩玩，我陪你玩玩，玩一玩，玩一玩。这个卡牌代师可以撇了。这版本又有隐刺了，是啊，隐者刺儿。只要阿卡丽升到二，前期啊有无尽火炮，基本上就无敌了。他怎么好像也是隐者刺儿呢？蓝 buff。唯一每位英雄仅可装备一件。来陪我玩玩。我递了得了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海南。哎呦我操！肾你卖了？我卖了吗？我操！我肾卖了！我为啥卖肾了？哎呦我操！我把肾给卖了，我丢你老毛啊！没看见啊？我把肾卖了吗？哎呀，把腰子卖了，可是吐了呀！拿大剑吧。还有一个，不行啊这，哎呀，好痛啊，头痛，哎呀，头疼，真的头疼，把肾给卖了，哎呀，真是头疼啊。没事，肾一会儿应该能有。寡妇没用哈，给个卡特，不是卡特呀，给个阿卡丽。哎呀，这阿卡丽没有可挺烦啊。
赶紧给我来个二星阿卡丽，这杰要是打不过我，这就说明我们是真牛逼。我操，我们是真牛逼，我们是太猛了啊！我们也太猛了，我们猛成这个样子了。因为啥这么猛啊？因为我使用了云南白药蒸汽眼罩。海南都说是，你看着没有，用过都说好。哎呀，阿卡丽让小法给杀了，没用，给我拿下。阿卡丽啥时候给一个呀？哎，我们升级吧，我们升级，首先，升级先上劫。然后上凯南，升级上凯南，八级成型，忍者刺儿，可以。给个暴击拳套，再给个女神之泪，下波给个阿卡丽，我打个15连胜应该不成问题。给个暴击拳套啊！没有暴击手套，玩个锤子，兄弟呀！哎，这给的这装备，我操了，这装备给的，并且这阿卡丽怎么没有了？他赶紧升二啊！二星都不给，老弟，不是老弟呀，大哥呀！这装备没法上啊，这怎么上啊？这他妈给俩大件。我要，哎呀，我要全套好了。科技枪先给了。科技枪无尽，下边给阿卡丽吧，求你了，我连胜，我连胜啊，我的连胜啊，我的连胜啊，我连胜，大哥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见过天选之人忍者的？没见过吧？你们见过吗？漂亮。没见过吧？我也没见过，有见过的吗？我肾给卖了，不过没事，我们上八应该能有肾，不可能有忍者，为啥呀？那天选之人都有，为啥就忍者没有啊？卡特不重要，先撇了。上一把是天选阿卡丽，刺客。
哦，因为天选忍者就没有羁绊了，对，不能给你负羁绊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天选忍者，对，这没毛病啊。我这不无敌了吗？我这不吃鸡了吗？我刚跟云南白药这厂家联动了一波，哎呦我这这突然之间我就无敌要吃鸡了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妈妈呀！下边给我来个无尽，不吃鸡儿我吃屎，必须得来个无尽，没无尽我吃不了鸡儿啊！这小绿纹简直就没用，一下一个，一下一个，哎呦我操！这老母狙给我控死了，哎呀这绿纹有点猛啊，伤害没够，哎呀这波连胜断的，我操了！这小子梭哈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小子要不梭哈，他打不过我。关键是他梭哈了，你们知道吧？来，倒数第一，暴击手套。我们主要是为了这个暴击手套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才输，我们才故意输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我是故意的。有些人看出来了没？有没有看出来的？给我扣个六来。的是恐惧。无尽之刃，这个反甲瑞文确实太猛了，哎，这他妈怎么赢不了呢？我操了，这伤害不对劲呢，他这伤害杀不掉这种秘术吗？不应该呀，是因为那瑞文的反甲吗？反甲太高了，那刺客100%暴击概率加50%的暴击。暴击伤害都不行啊！这，上营口，上个腰子，上海南的话，必须得八营口才能成型啊！这，刚才这轮赢得非常好啊。我们得上营口，然后找腰子，这才能行。
要不然现在我上海南不行事儿。我们的暴击伤害现在有305%，差一个忍者。下波第三星阿卡丽了，是吗？要第三星阿卡丽呀，给个全套的。你们说第三星阿卡丽还是说上营口？我觉得我们得递，为啥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腰了，我上营口也白扯。来陪我玩玩。差两只。是忍者呀，现在是暴击305，179攻击力，165法强。好像这样厉害点哈，确实这样厉害点，我感觉。给大家开个抽奖啊，有云南白药为大家提供的黑白蒸汽眼罩啊，哎我操，输了，这输的真恶心啊，这现在我们就是在想，到底是阿卡丽升三比较重要，还是说上银口上银者六次比较重要，就是这个问题，现在就是主要是。这瑞文有点打不动啊，这。哎呦我操，他这瑞文这么猛，哎呦这瑞文怎么能打不动呢，50点是护甲，哎呀这就打不动了，这有点白搭了，这就打不动了，这有点够呛了，来个阿卡丽来。没有破甲弓吧，破甲弓，好像我只有他打不过，是不是？我们只是打不过他，
他不应该打不过呀，他重装战士应该也不是这么很猛，怎么回事呢？后排伤害也没有，这他妈怎么杀的人？他这是反甲无视暴击是吧？那我给谁呀？给刀锋，给杰，给杰吧。反甲是无视暴击吗？啊，额外暴击伤害变得无效。靠！那我往右点，省着又打那瑞文。哇，这人居然出反甲！我吐了！还好我技高一筹，打开红包，无处可藏。我赶紧给阿卡丽换个位置。要是能有个妮蔻就好了。我感觉阿卡丽升三会比较重要，我应该七银口直接给他递到三，我们再升八的。阿卡丽不升三伤害明显不够，发现没？不行，阿卡丽没升三伤害不够，必须得先升三。这玩的不对啊，下边再玩一把。这上六个刺客还要什么天选？只上了五个刺客，刺客没有六个。另外反甲比较克我们，需要转职，不用转职。我们需要先让阿卡丽升到三，因为三星了一个平 A 能打一两千。给你们开一个预言啊！啊！